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和谐。元宵节啊，讲究的是一份热闹，要不怎么讲闹元宵呢？是。今天呢，我和夏丹呢也准备了两个灯谜，给我们今天的元宵晚会啊增加点热闹。当然，我们也有奖品准备好了。是的。我们这两个灯谜啊都跟虎有关系，谜底啊都是成语。那夏丹，你先出还是我先出？那这次还是男士优先吧，你先来。我先出啊。好。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啊，我这个谜面大伙儿听好了。兔年前后齐奋飞，打一成语，咱们让谁猜？我觉得今天在座的都是聪明人，肯定为难不倒大家。那咱就找一个绝顶聪明的。绝顶聪明的，这放眼一望，这绝顶聪明的也只有郭冬临了吧？牛莉，你来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听老婆的。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会。好好想想。兔年前后，跟老虎有关的成语。虎，龙腾虎跃，龙腾虎跃，恭喜你，答对了。答对了。